刺激言语和沟通能力，专业的行为治疗老师陪伴自闭症儿童进行各项游戏，辨别字母和颜色，或者艺术创作、音乐学习。活动进行的时候，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帮我们看顾小朋友，也有我们的志工陪同一起享受这个下午，然后让家人能够有一个喘息的机会。华府慈济会所开办大爱喘息营，每个月第三个周日会邀请有自闭儿的家庭，许多感觉统合的游戏都能够刺激他们表达。所有参与服务的志工每个月也会进行专业知识的训练课程，以确保各方面安全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汪志清、蔡慧晶、郑文斌，美国报道。